铁哪里，你知道在哪里最容易见到旅行者吗？在哪？在蒙德。为什么？因为旅行者在蒙德被称为荣誉骑士。不好笑吗？爱说冷笑话的拍了，也是大名鼎鼎的大风机关赛诺攻略。七七这个视频教会你，赛诺是一名雷系战场输出角色，依靠开启大招后的普攻和战技输出，开启大招后会周期性产生墨图针眼，此时释放战技会获得强化。七七教大家输出最高的连招战技起手开大，普攻四次到转圈的动作，战技再普攻四次，冲一次普攻两次释放强化战技，接下来就是重复之前的操作了。记住一点，虽然赛诺大招持续18秒，但是最多打三个强化战技就下场，以保证循环输出。天赋推荐19式，圣遗物前期带战狂，中后期首选40斤，散套搭配也可以用。四如雷好用，但是操作复杂，不推荐新手使用。主词条选择双爆头、精通、充能杀、雷伤杯，副词条精通、充能都需要。毕业要求是这样的。武器首选专武，其次这些也可以用。三星版音枪也很强，配对上赛诺更推荐配合水草角色打超级战反应，就是同时打超级化和超绽放，拥有极高的下限以及不错的上限。命座方面，赛诺灵命机制完整，命座都是补伤害和反应率的。总之赛诺是个优缺点并存的角色，大家要根据自身需求抽取。要谢谢琪琪吗？